我叫 Don Mac 麥冬記，是一個插畫師。九月跟 High Centric 合作做了一個小展覽，展出我之前幾幅作品，同埋幫他們畫的一幅關於中秋節叫做月滿北角的街景插畫。這些插畫都是會以複印原畫的方式在個展覽度呈現。而月滿北角呢會用在 High Centric 推出的月餅禮盒度啦。關於這幅插畫，當時就揀了鳳城酒家啦、皇都戲院啦、春陽街、星光戲院同埋炮台山地鐵站隔離嗰條格仔樓梯咧，仲有稍微見到少少嘅東寶小館咧，我哋都擺咗落去個插畫度，用插畫嘅形式去介紹俾住客啦，又或者係唔係喺北角區生活嘅人啦，等佢哋可以以一個散步嘅方式去感受一下北角嘅特色。